谁啊？谁啊？难道他一路追杀我到这里？万一他认出我来，可就糟了。还好毒疮没有了，我当时也戴着面纱，他应该认不出来吧？你可知道这里是秦王府？我可是秦王妃，秦王可是除了陛下之外最有权威的人。你要是杀了我，他肯定不会饶你的。哼，我怎么这么重啊？压死我了！哎。老实点，你中毒了，你的心率缓慢，呼吸沉重，应该中了不止一种毒，其中最严重的是蛇毒。看你衣服的破损，应该在腹上离心四寸，半个时辰之前中的。而且，喂，你不能死啊！今天可是我大婚第一天，醒醒！他人事不行，毒死他。还是不行。我这刚嫁进来就闹出人命。李太妃肯定会把我赶出王府。为了我娘，我也得扎根秦王府，搞定秦王，找到太后说的那个什么鬼印记。你别动，你一动毒液就会随着血液进入心脏，到时候更麻烦，你得听大夫的话。你要干什么？当然是帮你脱衣服啊，不脱衣服怎么能解毒呢？我自己来。害什么羞啊，我是医者，在治病救人的时候是不分男女的。再说你是男的，我是女的，我才是吃亏的呢。是女的，我才是吃亏的呢。老天保佑，千万别认出我来，要是认出来就麻烦了。哎，你为什么进秦王府啊？你觉得呢？你不会是想刺杀秦王吧？现在秦王不在，我把你治好你就走吧，我不跟任何人说。
你是谁？我是为了找这脸上毒疮的神幽草，因为白天戒备森严，